但是首先先感谢邻居的，我们从这个1995年到现在，就是开发案，所以就是有憧憬的缓冲。以前的局长不是这样的，以前局长他不来，他早就带了代表去，他过我们的反映的意见，他从来不会去。好，现在还有和因为我的时间都不够，我想讲的是说，我们这个东西要以地震为借鉴。那台北断层确实是一个非常的断层，台湾很多人在断层啊，都没有发现强震过，所以都是很危险。广慈的开发当然不能等，比如说921大地震时，台中石冈坝施工，旧八道成为断层，但是那时候大家说这不会动啊，不是活断层啊，结果他当时的防震的规范也偏低，所以大家想就知道，网址可以看到上面。第二个，下一张。我们看看啊，他想的我觉得非常妥当啊。他说地球表面啊，如果要能愈合啊，就地表就像人的皮肤一样，受了伤后结痂。啊，如果这次受了很伤很深的话，那你这个发生撕裂伤的话，那下次就在这里会吃了。这个就是所谓的结痂，叫做这种骨管层，告诉你活动上的用层皮。你平常的来解释下一张。那我们在这个7/23的委员会的时候，有一个委员指出，他说，不好意思，提倡，他说那个三角断层，台北断层它的关联性，下一张，如果它动的话，台北断层会动呢？那第三个就是第三点讲说，事实我要讲说都没有发生活动断层是中央地下的。您看84年的时候，就按照美国的标准定义，这就是活动断层。89年。因为都没有动，所以他把它叫移除掉，叫做非活动断层，并不是所以是从有石头接触还说非活动断层。因为你的问法说这里没有活动断层，它当然没有啊。下一张，我讲快讲。那在这张图就是说，我们台北断层一共有56.1公里啊。那我们刚好就在这上面，从这绿线过来是台北市政府，所以他都有人调查。我们这个是叫做空白区。还没有人在做，所以经过的时候会怎么样呢？不知道。以捷运它的东移线来看，这个叫断层带，你看它都在闪在上面。刘先生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后面如果还有第二轮，好，我们让你讲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下一位叶春，等一下，我本来是要每5个人回答一次，我现在3个就要回答一次，我再讲断层。市府去函经济部，经济部的回函说没有。捷运局将会有捷运线经过，捷运局认为可以。我现在很清楚的承诺，环评之前完成地质专案，退10000步想，如果有，大家不要开玩笑了，什么都不要做，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，这是科学。所以第一个，环评前完成地质专探，第二个到时候一样，这是科学。捷运局出面说明，今天捷运局没到，我清楚的在这之前，捷运局也说明了，这位前辈，这是科学，这不是开玩笑的，不可以。如果不可以做，就不应该做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下位叶春仲叶女士，然后。